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郭敦义的夫人，今日早起伫斗六市长谢松雅以及妇女会干部的陪同下，前往斗六市的西市沿街拜票，造成市场一阵轰动。郭敦义夫人蔡玲仪女士沿街向来买菜以及卖菜的民众握手求票，得到真侪热情的回应。有人阁特别将买来的菜头甲肉粽送予蔡玲仪女士，祝马五顺利当选。是，有得咱的立委，咱靠得靠，这个咱立委靠得靠。当然是啊，这个咱的谢市长，咱到了市长谢淑雅谢市长，非常之呢，阿弟来到咱。蔡玲仪女士在拜票的过程中强调，马英九总统执政绩效优秀，尤其是在外交和经济方面表现更加好。希望在剩下十几天的时间里面，那我想马总统可以说这几年不管在外交、经济各方面，对我们台湾带动的可以非常好。你看没有？我们国际可以让124个国家来肯定台湾免签证国家，明年又是美国的候选国，可能这个政绩国际都认同。另外，蔡玲仪也认为，马英九总统在两岸的事务上，也替台湾人民争取真侪福利，建立和平的气氛，所以让马英九继续连任是全民之福。马英九的两岸和平稳定政策，让台湾更向未来。那我想，马无当选，全民之福啊，全民才有福，所以拜托大家，拜托二号。国民党出动这支妇女军团来拜票，效果真好，真侪民众也相继甲蔡玲仪女士合影留念。记者游平伟采访报道。